好，今天这一期呢，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两只 Gibson 的 ESCO 200，一只呢是我右手边这一只，一个 ESCO 200的 Standard 一个新款的秋日渐变色，然后配置呢是一个云杉的面板，然后枫木的背侧，然后通体呢是种亮漆的表面，像它的前脸部分啊，这些都是纯这种金色的这样的前脸，看起来是非常豪华的。然后左手边这一只呢是一只非常经典的Gibson 的 ESCO 200 1957， 然后它整体呢是一个这种半哑光的做旧的一个状态，然后它的面板呢是采用了特殊热处理做旧的7条云杉，然后背侧呢也是枫木的，它通体呢都是这种做旧的这种痕迹，而且它的旋钮部分呢是这种复古的高档的这种玉石的旋钮。这两只型呢价格呢还是差了有1-2万，然后呢我们可以接下来一起去听一下他们两个的声音的差异在哪里，到底说是这种没有做旧的他的声音更经典呢，还是说这种做旧的特殊热处理的声音更加的让人喜欢呢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对比一下。